当下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。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吧，因为我三十岁之前就是去了很多地方，旅行啊，包括读书啊，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辅助的一个排解方法吧。晚上吧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想哎我怎么这么失败呀、啊？就感觉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。睡觉想第二天想，哎我昨天想什么事儿忘了，对吧？今天过好就行了。就是人这一辈子，就是别人看到的永远是他看到的，但是你自己活成什么样子，包括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永远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的。不太在意别人是对你怎么说了，那你就确实是不好过这日子。调整自己的心态呗，你没那个本事，你要没有那个能力的话，那你跟人家就是有差距的呀。